跑来去躲呢，不行，我觉得怪怪，还会就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王没看过哎，那什么？来、等一下。珠宝你来咯，呵呵，结果神卡宝鱼，看到宝鱼来压力太大是不是？四只脚比四个轮子快啊！怎样？哎呀，二段怎么没有二段啊？话说，某年二段怎么是那种白光啊？不是那个有火焰的光束？上次被我按坏了，说按错是不？哎，等一下没过了，真是太卡了吧！野鸡骑士来了，来来来来，这时候应该啊，阿奇快没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！抱歉，来晚了，刚在看精华，没关系，肖尚伟，没关系，现在来得及看。看着我抽阿提密斯九这张可以，来来来来，可以了。老毛，我靠，这个比刚刚那台车快太多倍了，整个快拉不住了。冲啊！反正啊，你们不用跑了，终点前等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让他们到不了的，只要六叉应该就赢了。结果他马上真的不跑了，我是开玩笑好不好？OK 啦，来来来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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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机会啊？感谢订阅，订阅订起来。各位观众，七个叉叉 ,1,2,3,4,5,5,6,7,8,8,7而已。OK 的，阿提来了，阿提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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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阿提，乌龟车，喂，这样敲到我，我水。说乌龟，你太大台啦！乌龟，啊，快点吧！
不愧只是有点悲剧。没关系，慢慢追。乌龟你开大台啦，乌龟！啊，顶一下！哇，队友跟敌人在哪里？喂，他撞墙还比我快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车距，这个车种差距这么大的吗？他撞墙壁还比我快，我操！前面怎么都不失误啊？来试一下。哎、欸，有，机会。啊，紧张啊！看到乌龟来，哎、欸，靠呀，没气了。乌龟撑着，乌龟，快！乌龟没气了，还好，可以。感谢订阅，可以，老观众来啦，差点就输了，我一身客气啊，可恶。哦，看到旗子了！这速度怎么输给他们？我操 ！KC 啦！在哪里？我的旗子！KC 啦！旗子是我的！旗子在哪里？啊，大水球！没错，他在哪里？旗子来！还想拿、啊？哎、欸，旗子！哦，队友去了，可以。旗子嘞？哎、欸，哈、哦、哈，没有人来抢过我的旗子 ，TC 啦！哎、欸，要往哪里走？红队，我知道。可恶啊！哦，这个好烦哦！这个不能换位卡。我看一下在干嘛，就是现在 KC 啦，中了吧？我两枚导弹，哎、欸，人呢？旗子呢？旗子呢？旗子呢？好、啊，出现 ，KC 啦，碎啦，旗子。好，我这边观望啊！还想拿啊，旗子？好，可以。身为一个竞速玩家，开单线，赶快绕跑！快！哼，又靠我这个玩。靠我这个竞速型玩家挡路走开，都在我的控制范围内。这场游戏都在我控制范围内，挡我怎样使？结果，根本就是竞速玩家的高手。等，结果，现在炸我也没用，射个恐龙，我要躺着就赢了。这个游戏真的很简单。撞下队友，把旗子撞给我！啊，对不起队友，对不起，撞了我的旗子嘞，还给我！旗子只能是一个，旗子少只能是我一个。可大家，这个是炸弹 ，KC 了，碎了！我这是神啊，旗子少在这里，绕跑！旗子少才是我的，冲啊，加速！解雇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赢了。Nice， 抢旗神人在这里，根本就抢旗界的王者，厉害吧？
就跟打棒球一样，那个什么投手球是不能让给别人的，这个棋子是一样，棋子不能让给别人的，是不是？我这棋子真是太猛了。